跳一下我就转不动了，我没斩，怎么秒啊？没斩杀不了。我跳上去转他吗？还是跳上去砍他？我跳上去转他，他给我一个末日，我不是傻逼了？我们四个能试着推一下吗？出个秘法没肯，感觉不打团不知道干嘛。你给我秘法上。啊，好，一起。你打个盾能干嘛？能打盾吗？九神不知道末日 A 张。嗯，刚才那波不送的话是可以打盾的。我刷个分身再去打盾吧。嗯，好。哎，中，漂亮。哎，能留他吗？你走了。打什么？好像。我不打。他们可能还要打，他们可能还要打。能打吗？好像我看一下有没有跳。末日末日没有跳。末日谁跳？牛头有跳，牛有。牛都有跳了，我操！刚才那波你知道送了多少？送了多少前期的优势吗？嗯，沉默大放过了对吧？那打不了了。现在不好打。对啊。你第一时间沉默大 Park 那时候大过去，谁留得住人呢？小云没有走，换三方。放上路。我操！末日了，我被 A 撞大了。我们拦一下，给。可以，我等一下还有棒子，把他杀了，这波能打了。哎呦，子弹输出好高，还又打不了了。你们太离开墓碑的范围了。是啊，那个秀才，刚刚被抓了，别卡我前面，我没位置。啊，好，我被烧了。对啊，你看着我这位置，他废话，你让个位置，我这把勾过来。零换三，灵性点，灵性。这才他们打盾吗？你们打团的时候，你们脑子里没想法的吗？这牛头有跳的，稍微躲一下牛头跳大，那波就能打了。帕克还有大吗？杀这个牛。没有大。有秘法吗？灭了，打盾。这三次我已经做好了，然后就也去建设那个末日，应该大还没 CD。这波我有大的，蓝猫进我们家也去了，应该在这里刷。我们这个阵容控制没有他们多，一定要在墓碑边上，然后他们打先手，然后墓碑扎起来，沉默丢大，帕克丢大。我们打反手才能打，那我就不能在前面卖了，只能死亡卖了，估计。对，因为你主动抓人的话，很容易被对面反打的，等沉默大没了。我拿个盾好一点。扛吧，九山，我来扛吧。啊，我上有个雾。嗯，开了抓不到人。需要秘法吗？下路。感觉上塔不是特别想给，有人有踢吗？我没踢的。狮王可以踢上，那你踢吧。我可以踢，我也可以踢的。那帕克踢吧，帕克踢吧，你就啊，他不打了。我感觉守上去就可以了。看那个有三个眼罩，那往那放，不知道他人在哪里。nice 秘法，耶，有点蹬鼻子上脸了。他后面感觉有人蹲了，感觉后面有人，有 VS 在后面。我有盾。你沉默有大是吧？有大。VS 没在 ，VS 在上河的，斯文在中路。刚才应该大一点。视野跳不进去。封脸 CD。飞上吧。他都要带我们中路，我靠。斯文跳刀封脸水晶剑。
他要去中吧？会带着我去。这死盾可能留不住，会上吗？走了。哎，你开了雾啊？那到这里来包，到这里来包。这个牛是分香吗？为了死去肉山下好的茶叶了。墨子都在这里，这块牛在我们这里做视野了，牛。哎，别说这些，这视野已经很完美了，直接来打新手。嗯。怎么样的牛？把蓝猫给秒了，蓝猫秒的话有水晶石头，先慢慢一点。啊。墨子死了再秒。死了死了，墨子死了。我怕水晶石把墨子血加起来了。漂亮，对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小心牛了，小心牛了，小心牛了。打不过他，我把他缴械了，九针，让他跟他拼一下就好了。嗯，他一秒钟之后就被那个有点虚，所以感觉这么可以。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，老年选手看不见。给了三四秒的样子了，所以他刚才要跟你砍的话，一秒钟之后就会被缴械。这个流，这个流就假。然后我把那个虾回到蓝猫，蓝猫飞你了，飞你了。可是我躲不掉啊。你可以不走那里啊，你去那里干嘛？我状态比较惨，想吃饼弄个回家的。刚才你说眼的位置在哪里啊？两个人都说了眼。这里留在这里插。OK 了，还有一个呢。还有一个眼，我不知道是插这的还是插这的，我没有把握，反正这两个地方应该是。末日这波是什么技能都没放出来，跳到 A 上，他这个秒反，秒是反的秒的话就，我也没肯加 R， 应该秒不死你吧？那个就是 ，nice。这暴击，再来一个。哦，对象，来，过来跟他们俩加秘法来了，来。没有眼啊，三哥。那他刚刚往那边走，我过去干嘛？威尔斯身上带了两个眼，牛没有带眼的，是威尔斯做的。这盾让他烧掉吗？一分钟，28分59秒就没盾，50秒就没盾了。感觉这波这盾用不上了。你们想逼吗？想逼我可以逼一波，我有大了，逼一波吧，要不？其实我们这团逼一波吧。别，你们别深追就行了，你们注意保护自己安全。先不上来了，九哥。等牛出来之后我再上来。那牛和斯恩不出来，我们好容易被秒啊。没事，你看塔。哎，沉默到，哎呦，没沉默到，沉默到就血赚了。不要被。开大了，我开大了。这末日还没交大的，九哥，你冲进去有点危险啊。嗯，回来了。把塔拿了，没可能。哎，把塔拿了。末日有没有跳？有跳有跳。哎呦我操！给没看到啊？啊，但是好像并没有用。我操！切回去看了一眼末日装备，撤退。三方能走掉吗？撤不了了，我已经死了。我满遗产，走不掉了，双击了。走不掉。破了个塔，死了几个？四个还是五个？走了，速度好高。不又有羊刀了，下坡。哎，老子都没看到这流浪，我光顾着末日去了。我也去注意末日去了。我也咬他的。挖倒出个跳在后面。我想说我推推救你们一下也可以，其实。推推也行。我刚才是刚活的，我刚活的时候你们已经在推高地了，所以我去不了的，我就还是去也没什么用，我就盯着你们开大。这波总体来说感觉还是不该推，等下个盾吧，我们下个盾打好点。嗯，下个盾我就有蝴蝶，
加个盾的话还要等四分钟左右吧。为什么非要扛塔？他妈兵没了，我不扛塔，不推塔下去了，我盾就直接消失了。嗯，下了下了，能往回跑吗？能救你？可以打、啊，这不把流浪杀了，流浪 BKB CD 吧。流浪技能都已经交过了，没打什么。有大沉默吗？有没大没大，幺零 BKB 啊！我操！我没大的。我怎么半天跳不出来啊？我操！我尽量给你来、那个。打不动我，没肯 CD 来不上来啊！我操，这个完美！哎呦，这不我他妈！没有任何人可以斩，我真是没大，他一点点。嗯，你要是有大，我刚才就能斩到斩死蓝猫或者斩死。我知道，他有 BKB 而且。我是大 CD 怎么回事？我是真大 CD， 我大真 CD， 而且我一直在说。BKB 蓝猫妈怕着那时候我斩 VS 没意义啊，末日跳过来打我的、那个、蓝猫开 BKB 的时候我就开沉默大了，我没大的。哎，不是蛙岗，你刚刚把这个蓝猫咬住了，他怎么还能飞啊？那个 VS 锤了我。我被先 Doom 了，怎么开分身啊？我分身想留着射技能的，我不能先上。蛙岗，你出个跳，你先上。啊，行。我不能先上，我先上目标暴露我们就没输出了。我没看到末日，怎么承认假的？面太卡没打好。我有羊刀了，就是。嗯，我们抓人也可以抓。我现在有大了，对我而且我现在比较适合打抓人，不适合打团战。团战我只能收割。团战你都是被秒的目标。对啊，等一下他再出引刀，老子真爆血晶。他这个末日选的特别脏，他选什么人马什么的我都好打。哎，你们能不能不要让我去那个？你们能不能去一些危险的地方？我可以跳过去救你们，你们救不了我。没有闪电流吗？三方流不到，回不到，吼不动。哥哥，我们可以跳往九镇前面走啊，怎么样？他们肯定对啊，你们怂在我后面有什么意义呢？你那个臭酱油死就死了呗。跳过来啊！不开啊！那前面嘛，他们谁敢来嘛？这里有真假眼，看这里开。啊？抓到前面嘛，谁抓嘛，我们抓谁就好了嘛。这边有一个人啊，这里有个红点。上吧，我上。是 VS 在遮掩。真的真的。那好勾引几个人来了。杀就杀，为什么不杀？啥情况？哎，你们为什么不上？我不能跳上去的，我跳上去只能用斩，我他妈砍人那个末日出来了。小心站位啊，他们这个团。嗯。老司机。上面是没眼的。蓝猫 PDP 九十。去拿个蝴蝶吧。羊刀好了。哎，那杀他。我大这个大没感觉没必要。蓝猫二十秒活，蓝猫二十秒，继续刷，继续刷。这个大没必要，继续刷。我招斩他瞬间死了吧？扔一百起 ，boss 好了。而且跳大跳不大九神的。对啊，我是无敌斩啊！而且他就算那个活了，他恢复了，他直接开个 BKB， 你那个沉默也没什么用啊。盾能打吗？九神？他秒打不了，算了吧，打不了。插个箭头，穿心球。看他们上路守不守，守的话，不守的话就有人开雾过来了。开雾过来了吧？有个 VS。我就不去了。我们不能离他太远啊，他们打的也快的。
僵尸过去，僵尸过去。僵尸跟我一起在前面。沉默也可以过来。靠过来。怎么这么没到？他们来了，来了。找末日，找末日。怎么没大？我没大的。啊。45秒。他没有打中。我感觉我就算有大96，其实你有大了你都没用，这我去就是送的，这种明显开悟过来。你为什么不说他们打盾了？他们把你打盾了呢？感觉很难说，而且秒的不是末日跟流浪的话。我快有大了，靠过来。他们打得很快的，末日给流出来了。哎，在门口。我操，绿障！完了，我先走一下。咬住感觉可以搞啊！咬不住。你走，你走，我死了。好，我又斩了。墨子跳过了，靠视力，墨子。有视野的话，我可以跳斩。我大还有11秒，我可以斩就流浪，给视野，给视野。来，我踢下来了。给视野，我给你秘法没开。帕克给视野。我靠，别这么靠前嘛，成功。这有盾的。有盾。是啊，拿猫的盾。嗯，打他妈一直是暗，差没大，有大。你为什么不早打？我真的卡了，你也跟我一样卡的吗？啊？是卡了，我是真的在等大。等大吗？很关键，你的剑圣大走走啦，走啦，我走啦，不走要被牛了。亏倒不亏的。嗯，不亏。吗？等我弄个跳吧。棒棒子会死。我马上有刷新条了。刷新很慢点。我的大招比剑圣大要好的慢一些啊，我130秒的话，剑圣是110秒，还是100秒？我想拿个刃甲。但是我盯着末日看他抬手，我尽可能的去吃末日大，看他大不大我吧。应该不会大，应该不会大，都不会大你，大个都不大他，大你。蓝猫快养到了。我们还有两个物的机会啊。The Blood Elves。两个物机会感觉可以把握一下，感觉你觉得推推真不如跳，马上跳了，我现在一进九，大招还有20秒钟的，这个可以抓，嗯，吗？流浪，拔门就可以，好了吗？先手羊好了，跳好了，有视野感觉，算了，他跳走了，算了吧，回到有眼，你开过来了吗？走过来的。我感觉他们会开会找我们打、啊。200块钱跳刀。有大了，现在有大了。你小心被秒，哨兵！我感觉他们会来找下刀找我们打。800多块钱有刷新。我来偏技能吗？我感觉我要是露脸的话，对面一个。上路有光环的 ，VS 在上呢。上路有 VS 光环。这三个人。有流浪还是可以秒。有人，那我踢中啊。这傻逼末日出个绿障，好难处理他。他们是东帕的，牛头出了个，我去吃大，要打吗？人还没靠过来，火力让我斩不死人啊！别压他了，不让他锤我了。这是说了，这都是吹风啊，牛头吹风。我也跳了，怎么说？找机会跳得到或者上啊？让我往前走，让我往前走，让我往前顶啊！他看他们留不留我。
他们对我没兴趣。我感觉买个我感觉我们现在拖不起。我买了。我的输出不是特别容易发挥，对面的输出点成长比较多，有机会就打，不要去没机会。他是 CD。流浪在上路，他没换啊。我站在这里，我站前面点，我站前面点，没事。走吧。我身上有物的，你们要。可以。那个唐四回马枪在哪里看？不是不可以啊，我感觉不打的话后期也难打，是吧？妈的，这死过来破雾了，感觉。玉咬他吗？他。啊？哎！我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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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咬掉？我被我操！咬住那个。哎，末日一下，末日一下。牛头刀他开不出来。哎，末日死了。我把末日杀了，能打吗？哎，这个流浪过来切割了，看我这个能走掉吗？走了。我操！九神能走吗？秒了个末日，没用。末日买活了，末日买活了，末日买的。我把牛和末日都杀了，他们俩都买了，不亏吧？感觉还可以。末日还有大，这波我也要买了，感觉。什么？直接刷掉吧。我30秒。那我刷了。沉默刚大放慢了，沉默刚大。被拉了，我要买吗？我20秒要买吗？不用买，不用买。但是我大的时候，那个牛头跳大的时候，我把他大了，他买了也没用。哎，羊刀小心那个九神，蓝猫羊刀。有跳大的，一个幻象去骗技能都行，我觉得一个幻象拉住他就白天。我8秒和7秒。3秒钟，蓝猫还有600点。本来，帕克不在，这不，我们买，我先给我买。帕克10秒。我打，我操，就秒。我买吧。那他买了就往前打吧。勾他，勾他，勾！哎，别想着咬啊，哥哥。跳过来了，兄弟，这样咬了。哎，还在交出大招了。哎，你直接勾啊！要不要就是？那九人回家吧。好啊，九神啊，这肯定对对的。如果不是命跳彩，他先跳彩的，他直接跳大的话，我反应不过来的。哎，他现在没大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推中啊？啊，你补一下就可以了。好像有那么点道理，我现在在带个物。哎，下路线去砍一下吧。66秒，末日买活死的，我死了也能买，这波可以推一下，注意好牛头跟流浪就行。牛头大招还没交的，上一波的时候我看到上一波交了吧。上不交了的，交了吗？交了，人群冲的，我只交了吧。我没大的，我一个大都没有，这波的话。嗯？我一个大都没有的，我拖过他。他 BKB 的，我操！哇，这怎么打？走快！人都没起、啊。我操！为什么？人没起啊，就两个，我们两个人在这样。哎。不是说好了推吗？不是说好了末日买活死，并且没大招吗？你们去哪儿了？就我跟屠夫还有，在你后面，在你前面。啊？牛神买活死的。蓝猫过来了，先上不起来了，蓝猫。我。阵容比他们软。这把剑圣有点难开瑞，太卡了，就没法发挥，故意卡。低了。前面我们推中的时候，巴克跟沉默在干嘛？在后面啊。
过来我准备扬他的时候，他把 BKB 开出来了，然后那个流浪跳过来都是 BKB 两路，嗯，强行给他选了一个屠夫，搞得只有一个和一个输出，压力好大。对面还有末日，还有羊刀，这末日太克你了，他可太可当和了，没办法。主要没什么中单的和了，就帕克 QP。那不是这个 QP 还是？我们要破个两路就好打，破两路就没这么大压力。嗯，前期打出优势呢，我自己怪我了，这一局我第一波我把他那个了，没打好，把我不解肥的节奏弄乱了。我十几分钟密码没肯没打翻，我也没什么节奏，废了。狮王这屌东西后期没用，这把输了跟你没关系。关键对面选个末日，不选末日的话，我感觉我挺容易 carry 的。我出点其他装备就可以打死盾了。有这个末日，我还不好出什么兵眼，什么都不好出。盾也没了 ，all in 一波 GG， 好吧。嗯，抓一波吧。荣誉一波，来来来。我被羊了，我连加了成没肯，然后那个什么放墓碑，然后一击，还能给你奶一口，只能做这么多。这个墓子一定要杀了，装备出也没什么用，这把我很难出装。出什么装备都不太好。这把我问你，想问你的，我前面真的你们也看到了，卡都动不了。真是第一波没办法，没法发挥的吧？为什么我一个剑圣参战率最高啊？嗯，就把你自己的锅，好吗？又他妈在喷我，这把我不好发挥，单核对面有末日。控制又多，有人跟我们一下吧，我们四个人都在这个位置，你应该站在别的地方 C 了。等一下啊，好像是，末日太克单核了，不好那个。嗯，那最后这首末日拿的好，他拿什么人马啊？这个末日玩的太脏了，打的太脏了。就上，我跟你说，你上路那一波，你去先手他的时候，他是一个绿鞋一个精气球，如果我们卡住他跳刀出不来，我们是可以打的。上路那波送了三个人，我跟帕克送了，我跟帕克钱很多的，他在帕塔伊纳，那波亏了很多经济。然后就我们这个阵容容错率很低。不送的话，应该这局稳的。容错率太低了，我们阵容。我们一手的话不用办白流吧，说不定可以拿到白流。我引到白流玩的很溜的。嗯，好。不过对面肯定会办的，可以减少他们一个办的那个。你妈最后对面无手拿了末日，有末日还选个单核弹幕大神，你们别觉得自己牛逼，什么都屌，什么都能看懂。他们牛蛙说他要玩屠夫，我就给他拿了个屠夫，一手拿了僵尸，后面没中单了，补了个帕克。老子玩的真是累，一帮傻逼在这看，然后觉得自己比这个厉害，比那个厉害，看这个菜，看那个菜，滚回家去好吗？别看了。这把揍他们。
九吞时间快到了，办咋办？放下了火力。在打什么？一手猛马吧，怎么样？还崩了吧？可以酱油，可以配个 VS。他们那个剑圣沉默。这盘好的中单不多的，嗯，这盘中单不多，和大哥抢中单。九神酱油的话，我打拉比克吧，就先看看吧，看他们选什么。冰龙，关键沉默还是要拿，这英雄。嗯，你还有什么建议啊？那我先把拉比克拿了吧。拉比克真好、没关系，你拉比克他们应该不会拿，你先看他们拿什么。拉比克真不好说，他们不一定可能会拿的，冰龙他们不会拿。拉比克加冰龙加剑圣，这三人都不屌爆了。你看中路拿什么？现在选择离劈、猛马、阿克，要谁啊？古法也不错。嗯。猛马他们拿的。感觉可以拿一首古法，啊，九神来踢中单。还一秒，随机了。那有猛马，那愚人当和了。这小强还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。那号位小强。还想问拿不拿猛马？我不是拿小强的。不打一号位大鱼吧，双点防，打盾快。我靠！三号位小强。我买眼那个沉默买个鸡。你是哪里的大鱼？大哥大鱼吗？等一下，中路我养个吃兽。等你大哥大鱼啊这。我、哦、啊，中单是什么东西啊？We must hurry. We're wasting time here. I can wait no longer. The end draws near. 这边有三个无视魔面的，这把 BKB 没用。The guilty will suffer. The end draws near. 这边冰龙挺狠。The guilty will suffer. I will finish the hunt. The end draws near. 一般我们就是多利用肉山嘛，大鱼加圣堂，肉山。啊，忘记共享了，是我的鸡吗？怎么拉比克过来了？拿符了。好，再砍。去吧，就砍下兵。I can wait no longer. The end draws near. 下路卡兵早点卡好，下路不卡好兵会跑。我去中路卡兵了，下路他们被你抢。龙马身上有两个假眼。行。我不知道。那你上去吧，我都会跟你看行，我去上头保那个大鱼。我是在的，可以反。
你先补吧，给你个眼就是啊，我先给你个眼。这也给你了，眼他在这个位置啊，他们靠谱啊，有机会上没机会就算了。操，我们这没有什么 AOE 啊，拉野都不好打。他在后面。不是啊，不靠，我比你没法混的，我都说了。上人路点数捡起来算了。待会怎么死啊？这边点数的。来，跟我玩。操，小逼崽子！直接可以翻翻野了。We must hurry. I will finish the hunt. Illidan is out there somewhere. I can wait no longer. 这个冰封好像往中路靠了，河道那边了。The end draws near. I will finish the hunt. The end draws near. Now is the time. 拉野吧。好，我去拉，你来点他。隐身冰魂吗？两分钟没得符，还没到两分钟啊，还没刷符。哦，这比打法有点怪啊。上路符挖到去碰吗？下了金币，上了幻象。是的。冰魂在下。那是不需要幻象符，不需要。人幻象符，幻象符需要吗？要要要。我队里也怪，没人打、啊。Nice TP， 我打、啊，我可以打的。你这上路控不住线吗？控不住。我在拉野了，我在帮他控。线控不住。现在拉回来。挖到完的沉默是吧？嗯。控不住，这波我自己拉了，肯定控不住。我翻不，我翻不，你正不。干嘛把这波也接过来？不是哪重粉刃。下来要踢吗？感觉踢了没用，直接强杀了他们。我去拉野了，这个线怎么老是控不住？三个法师兵，我操！没事没事，帮人拉野，帮人拉野。这快 A 了，这快 A 了，鱼人。梦马控了四分钟上符，我在包，哦，隐身包了。那我不来了。快快快 ，A 了，快快快，先拉过去。符被吃了，九成。来到了。感觉配合踢正常，大鱼人还蛮好用的。是吧？我们要打架打起来，太好打。我们这把一定要打盾，打了再推起来，利用盾的优势找机会。这个虚空好像杀不死他，很狂啊！那就混的，打他一顿。你能加速？没有子。我压过去，压过去，压过去，压过去。他再吃金的话可以杀的。我买个鞋子。你他没有那个，他没有踩的。踩。哎，我跟不上的。他没有蓝，他已经没有。这是冰龙啊。冰龙也能杀，有能不能踩一脚？能不能踩一脚？我踩了，踩的是鸡巴脸，已经杀了鸡巴脸。那走了，走了。买鞋子先啊，我刚变了鸟。杀了我能贴，被冲塔要需要能踢的话，疯子你就喊一声。哎，你踢吧踢吧，快快快快快！
这是要踢吗？把这个人立回去。我还一个踢的跟动画差好多。看满级经验嘛。一晚二塔踢两个都得死。二塔踢两个都得死呢。我只有一个技能来，主要在上单刚打完一波，状态没恢复好。那你混吧，我走了。那个金币不？哦。哎，多大一的贴好难玩啊！那一贴一个被动，金币要吗？九神下到金币，不要，一技能不能 S， 就没了。是的，而且那个一技能 S 的话会减少次数的，这个扇形的他妈是一条线的。那一贴就讲多了。哎，下到又被冲塔了吗？我没有，剑圣没打。但是都六了，下了，那就我去上。杀了我两次，他们。喂，哎，我帮中路补子眼吧，要不然视野好差。我先补，我先帮中路把线眼补了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我两级技能，你要补。对，不就中路线眼跟那个上路的一个这个眼吧。可以可以，猛犸猛犸还没放眼，掐他脸上吗？掐他脸上不是秒反？没事，他没看到吧？他没插啊，他也插了一个，我一会儿排了他。我拍，妈逼！啊好，我走了，九神，我去上了。对吧？好。哎，这个猛犸。虚空能秒，我可能我们俩在爆发。上路这顺便太符合控，也上路上符应该九神要控的吧？我可以在这蹲一下，我帮中路控符。他敢过来控符，不要把他杀了。杀了。他递在 CD， 我把他递到你脸上，九神。我操，追不上去啊！他怎么在 CD 啊？没到那个。他为什么递在 CD 啊？我以为他递没好啊。那没用过，我之前中路用的。我去上了，我去保大鱼。冰龙在后面死不掉。先拉一波吧，这边早就会拉一波野，拉不动。嗯，可以了。烧饼，咱俩能不能秒啊？这个币。秒不了，秒不了吧？穷鬼遁虚空。谁靠上来了？那个冰龙。冰龙在蹲虚空。他有大招了，基本上。他没想杀你，他就是冰能就来蹲他。上次我来能杀 AA 吗，公子？啊。我没听。我说你听他说什么？能杀能杀能杀。啊、哦，卡卡的，那我踢下来了。他没现眼吧？没的没的。The end draws near. The guilty will suffer. The devil is out there somewhere. 我直接绕后举了，来来来，我举到你脸上。这个冲塔可能会被 TP 的。我不敢、啊，那什么了。不没来了，再来。The guilty will suffer. 我知道你绕了，我操。Now is the time. 知道我来了。这个虚空120的来。就跟虚空好像有一个跳，还没有大。我操！那我感觉我要死了。最有跳，那最有跳。我来了，可以发吗 ？Miss！ 我操！打
了个就是吗？好遗憾。对，我去中路混个六级，中路这波也行。我他妈我已经自己加速过来的了，所以加速已经没了。但他不减自己的，还好的，还行吧。刚刚不用减自己。六级，我操！走走走走走，装备我丢家里了，丢地上，然后九层。嗯嗯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路野还在啊，四波吧，你看翻不翻？这里也在，这里两波，这里三波，不好打。这边打野的没特别强的。For the Watchers, the hunt awaits. For justice, for the Watchers. Now is the time. 我喝完这波走，喝完这波六级。我有大招，我有大招。木马往上和刀，在等符粉。魏源蛮专业的。三峰，怎么了？我马上。上铺我可以帮你封。我给把他转不进去了。下路我能我踢了踢了踢了。他要补这个塔了吧，他翻不了。哎。没事我秒举。中路有人能踢吗？一万个。我踢到下路去了。我踢了我踢了，三公也在你后面。放了吧。这你是这你是这你是。我吃好好好，我吐的是剑圣帽子，我操。你们把剑圣杀了是吧？是的，剑圣能。能不能打？啊、我有。把这个猛犸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能不能追到他，他有我视野的。打不到了，打不到了，我隐身要消了。我们把剑圣杀了，怎么？捡了他两点子。Are you threatening me？ 去买个秘法。脑袋动一下。Now is the time。灵魂三个人头。啊？咦？The end draws near. I can wait no longer. 我有个雾的。能开吗？我有六级。这两个不行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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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觉得可以。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打去。对，拿个盾。我有剑圣棒子，快到时间了，抓紧吧！来来，你晕在这里，晕在这里。这有棒子，有人来，有人。我那有开悟吗？有点太明显了，线太差了。小张出来收这个线吧，哎呦！再收我先。我剑圣棒子直播。能打吗？他这个差一点，这个棒子啊！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你这个差好像外面差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小心，小心！回复吃了，回复吃了，跑，挖到。小枪靠过来。这波我有大的，这波我有大的，这波我是有大的。一进来，大大大大大大了。哎，没出过去。阿兵哥偷个大。别 A 死我！我操！感觉啊，我这个时候他妈的，爆出爆了这种东西，好快走！没死，下次打盾去打字吧。他们打不了盾，我们活了继续去打吧。这个太明显了，我刚才就觉得太明显了，不该打。情况挺好说的。我刚才已经是打字的了，我就是怕对面是听直播的。这就不能打了，除非能打他们一个小团灭。对，小团灭。线远一点，大陆猛犸还在啊，兄弟。嗯，我有大了。
开个壳把他一晕晕。The end draws near. Now is the time. The guilty will suffer. The end draws near.帮他去控一下符吧，这个符可能有点危险，一下都没事。真假也？真假也？The guilty will suffer. The end draws near. I can wait no longer. 难了吧？可以继续打，我们还是打对了。哎，能杀他吗？九神？打对了，打对了。心好大呀，那谁打了吗？他当我不存在吗？我靠！破林肯啊！我自己破吧。要不我在外面吧，我就不进去了。插 CD 了。我在外面，我有大这样可以好。我来顶我操，这完全就是藐视我。有点伤、啊，我这个状态。这你还一脚踩了。我。不说。我有猛犸四级技能帮你秒吗？冰龙，快过来，有点快。I can wait no longer. Justice will be done. I will finish the hunt. 可以，中路灯剑圣，堆下下，堆下下。这下吗？可以。中路我可以逼。我一会儿补个骨灰盒吧，这个续航有点差。差两百。有秘法吗？我有的 CD 了，马上给你们秘密。CD 随便。这种事情不用说的，我有的会找你们家的。我把这个注射了，我怕对面那个 TP 的话。你走对面可能会下来打。应该不会，他们上了一个猛犸，可能是 T。退点吧，你别顶。冰轮丢过大的，没关系。梦马在打跳，这个如果是个金币，刚好给我吃。是个金币，刚好骨。这个冰龙在 C， 你们能不能控到他？这里个剑圣，你要制服啊，风子。那你去东路，快去东。我在赶。我也在赶。这猛犸好像还在打跳，猛犸应该跳了吧？那带了个塔，要秘法的，看一下，哎，这是假的吧？假的。疯狂夜叉，我就盯着大鱼的秘法了，大鱼有点缺蓝。虚空在带上了。啊、他们这 AOE 好强啊！木马跳了，我们上不去啊！他丢大了！操！打死了九哥！剑圣举一下，兄弟！剑圣，我开点灯了，哎，两下就死了！我操，牛逼！爱死了，还碰了个买活的！哎！就一个 A， 可以，我应该死掉，我这头鱼的。我战鼓都没看，没死掉吧？你盾掉了，盾都没掉吗？盾没掉，我挂了，你缺了吧？盾也快消了。盾，这波我顶、没关系，我吐了，我帮虚空递出去 Z 了一手，吐了剑圣大，把剑圣斩了。这波我们三个。就是要以后就是要找先手，找到猛犸就可以先手的。你可以走。他走了掉了这个伤。哎，好像你不用 A 塔，不过猛犸没大了，我还有盾。我不走了。这边有个人。我去把符吃了。先别强的，哎。啊。我被 boss 了，操！该死的要死了。这顿是16分35秒，还有6分钟左右。我盾已经没了。我是说下一个盾的话。哦。我们打盾应该还蛮快的。
近拍对面有人在上路。龙马没大的啊、哦？偷了，他都赶不过来。不会，我被他听到。龙马没大，很早点破反应过来，就是我们还没打，他们就靠过来了。我剑圣的大招两阶大开好了，可以打破团。可以，我去找剑圣。我大招还有十秒钟，九秒钟啊，剑圣师傅。他应该走了。好的。我就不靠过去了。靠过去了，我继续中路站着。感觉要不还是围绕中路这个一塔打吧，我觉得这波挺强的。可以，我也很强。不管他们有影，很有线影，好像有线。我刚往前面靠近一下，他就后退了。好像有。这个比剑圣。跳刀了。疯子哥，这个眼给你，然后你一会儿有机会的时候去查吧。你开大的时候，用技能，我有秘法，用技能。完了，我剑圣大招这有二十秒了，我觉得可以强行开团吧，两级剑圣大。可以，我到得了的，你们可以开。哎，这个能跳踩吗？可以打的，可以打的。有机会就可以打，有机会就先手。我怎么感觉可以上的？刚才的地空了就可以上了，还是可以上，还是可以上，看到猛犸就可以上。地空了就可以上的，我能斩的。哎，让他打我踩中了剑圣跟金龙在后面。我哎，沉默他打我，那个他可以。攻击力，关键啊！关键啊！剑圣先死。哎，我怎么？我明明地的是他、啊，我操！这没死。完了，我跑不过他，好像他夜叉加疯狂的。我这一手拉比哥还可以吧？牛逼牛逼，这个大牛逼！盲踩踩死了。牛逼牛逼牛逼！上一波团凑剑圣大招，这一波团是凑猛犸大招。你把塔推了，我痛苦。我感觉这个 DOTA 1的剑圣好像，DOTA 1的贴，是不是有时候隐匿一击打不出来？对对对，就隐匿一击，就有的时候 DOTA 2是你是隐匿了之后你可以 AD 板 ，DOTA 1是必须点人，然后有时候点了人，你又发现他有个扭头，然后扭完以后那个伤害就出不来了。那个是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，是的，而且那个三技能的判定也很烂。刚才这一波其实有一个小缺陷，就是能早大一秒的话，我可以先把剑圣大斩出来，再捅猛犸大的。那剑圣大消了。我带你代言吧。好好。boss 还有两分钟吧，我们两三分钟，我们先刷一会儿吧。等五个盾推下塔。可以，下个盾很好控，我要灭了。你们两个打就好了，我们在外面困难，困难八分。猛犸心很大。那个，回头那个挖到你埋眼吧，我把跳搞出来，差一点了，有跳的我可以好好玩。哎呦，我就最棒了。眼好说，我买都行。没有，好几分钟花个150，随便收购也就来了。小心他们开悟啊！对他们打先手还是有一定实力的。妈的，好危险！他们的先手猛犸虚空冰龙大，我操，碰到就爆炸。对，刚才那波我是没让他们大到，我在后面。我也是，那波他大了我一个人，这边应该是马大又要没了，后面很多人，他们在蹲应该，政府都不好用，这边真言挺多的，别自己把脸来找我了，人在这里。感觉 BKB 的 boss 对面的辅助是莫名大。
四百差。这你大概还有一分钟跑。嗯。你们觉得我还要出夜叉吗？还是直接出强袭？我很少玩铁这个英雄，不太熟。你这大主播还要问我们出什么？我觉得是啊，我没信心啊，没信心啊。不，你要有信心，好吧？你的大来了，好像才中路塔了。哎，没塔防开。我这个脸打。哎，单杀了一个，单杀了一个中路，能不能求团啊？他们包上去找你了，好像。哎，过来，再过来一个，再过来，拉比克过来。我来。我们三个开，我们开了，我有大刀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在中路露一下，露一下。露一下。我们这边有打完沉默，大家走。可以D，可以晕他，疯子，来，开搞。嗯，金子在我旁边，哎。现在无敌男挡了我，我操！没事，我们收酱油，收酱油。留了两个人。剑圣不在，剑圣没有无敌男，而且剑圣没有无敌男，偷他个大，再大回来。剑圣在这里，剑圣在这里。你妈了个逼！那你们后面过来了。我有猛马大，你们不要慌，随便打。这真的，这真的。啊，他死了。他死了吗？吗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他比我推进。怎么看出来的？这哪能知道？他怎么死了？我这个死了，我也不信，吃到就死了，但是没吃到。坏了吗？我这边没显卡中。我跳到没拿到，跳到拿到了随便打。显卡坏，我们大哥被杀了，你还吹逼？我是跟那个七八脸一换一，而且还骗出了剑圣的无敌斩。嗯，强，很关键。打酱油，你妈的弹幕叫我别晃来晃去，打酱油就是晃来晃去吗？还有人敢指导挖岛打酱油，真的是，我酱油都是跟挖岛学的。大鱼人什么装备啊？我给你们教你一个信息啊，下路挖塔吧，顺势怎么样？我操，救他一下能不能？不用救，不用，死了，有尊严。这波能不能把他们二塔拆了？不过分，感觉虚光没大。下路啊，中路有点宽，都可以啊，随便拆啊，我感觉是吧？是吧？他那一波他妈的吃个双倍符斩的我，我感觉他没双倍符都斩不死我的。这个冰龙在路头我就把他秒了。这么厉害，你们这说话的口气都铜锣湾的。怎么看得见是满血就说他死了，他头就死了。冰龙我追起来插起来，我操，又可以偷，还猛马大。要打当快打，我也猛马大招的，别浪费时间。快打，真的小强都活了，快打。虚空大招 CD 你们为什么不打团啊？踩他。你刚才卡了我转不过来。哎呀，我去带线，推吧推吧，正面吧，我有猛马跳大，有必杀。是啊，你猛马大，你们不打不推，我靠。对啊。而且有盾对吧？我发育这么高，讲道理是能打的，打不过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拉 CD。我就没问题啊，打不过是我们的问题。我秒了这个，哎，我秒控了他，开大！我靠，伤害这么高！这里没有，这个点灯掐贴的，对面反手很厉害啊！这个暗灭区简直就是魔人能挡啊！有没有回合啊？我现在没大了，靠那个他的猛马回吧。这猛马打他的。等一下，下个 CD， 你们可以看着我一塔就行了。我捡他们家高地了，高地了。这把脸大，这把脸大应该好了。应该好。没事，他哦，他要递我怎么办？他递不了我，
我马死了地不了，我可以直接 A 高地的，他没办法。而且虚空的大刀之后剑圣是不能斩你们的人的，只能有那个物理伤害，没有他砍的伤害的，伤害很低。我不能给塔点灯啊，不然这塔已经没了。啊，这现在的他妈现在的人，我操！现在的人呢？一套一套的。是啊。哎呀。没事没事，我故意让他大到我的，因为我知道他不打我。冰龙，那用生命来帮他吧。冰龙好大，你妈的！这一波，我应该能跳出来。我还有拖呢。那我不跳出来了。开一个虚空，开一个虚空。哎？假的，我操！好。你的瓶子，九哥。哎，我想用 V 打先手，那 V 快到时间了，一直没有视野，没有小兵。你们站位被秒。你们对对对，你们站后面的呀。我没这么没打，我给了一个 T 就是。这波我吃一个无敌斩。我也吃了，我也吃了。我把你打死了，你是被我打死的。我反正这种无敌斩加冰龙大嘛，冰龙大杀，然后我把你打死了，然后一个人在那里吃无敌斩。那成个绿了，感觉。我们打抓人好一点，上高有盾再上了。反正有沉默大可以打一波，没沉默大我们就撤一下。是的，沉默大的话可以直接强秒一个人。对对对。爆发的话九层伤害已经特别高了。对，我现在伤害很足了。这刀能帮忙控制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两刀一个，两刀一个。某人还只要一刀。买个板甲，妈的，这无敌斩吃不消。他们上来了，把这个人杀了。我有个雾啊，我在你后面。有大有雾，好不好？我游，我现在往上游。来吧，我在这等你们。人在哪儿？我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了。做视野，算了吧，要不我们去上吧，就是。你们是要开雾还是正常追过去？我们现在要找，别找他们推塔，找他们打架，我们抓人厉害。哎，这剑圣这么跳，我操！空踩了，踩到就好了，踩到他死了。后面有人，好像也是，他秒不掉，知道吧？有点紧张。哎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缩一下，缩一下。你们小心点，他们正在往上面靠。全来了，全来了。我们别虚吧，我们人也多啊，我们人不起的，哎。虚。刚才要是我反正是要打的，我们人不在，确实打不掉，怕秒不掉。看到人了没？看到人了没？不抓人。看到了。我给了很多陷阱。很快，打得很快的。去了。嗯，我们四个稍微紧一点就行了。你们两个跟过来，不用跟沉默。好好好。哎，你妈隐身吃大。大了一个隐身的小强，我看游过来了。没大了，冰龙。哎，我操，有个虚空，我好慌。哎，他一刀把砍，哎，这个大 nice， 我操，还有推剑圣吧？这个剑圣我跳过去的时候，他那里 AD 板 A 了我一下，把我 A 晕了，不然我一脚踩中了，真的。沉默没带了，沉默没带了。沉默没带了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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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。继续刷。这他一波有人帮我控一下，九层就两三刀。好想干他。是的，你控到这个剑圣，我应该是秒他的。我真的是跳抬手的时候，他砍了我一下，把我砍晕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个脸真是。挖倒沉默这个大招时机，我感觉。你靠，你到位啊！晚上0.1秒，我感觉我已经是个尸体了。小心他们开雾啊！这波真的要走，上面这种线都不收，肯定开雾啊！先撤了，这种线都不收，你妈的有点，这还不说，赶紧走！那么我们沉默没打，他们就想找我们打一波。你强袭出得来吗？要我出吗？我正在出强袭，我出强袭吧。啊，烧饼已经买了个绿了。不然我出冰甲吗？啊，走了，我出强袭只能出冰甲了。应该是你一个人。哎。这小心点，人挺多的。哎，别吧，真不想上当。剑圣不在，不想上当。剑圣是不在的，你们自己看，好不好？我操！哎，他怎么出来？没事，两我操！看见没？这个还有，你的伤害简直谋，是吧？加油！我跳上去了。
打晕，我打。还有还有还有。让我肯定要这个有一点难。让我推你，让我推你。有一点难，准备大刀。速度很快，我速度很快。让我推你了，推你了，推你了，你看有没有机会？哎，这个狗皮爱秀一下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们可以推他们高地。推他们高地，推他们高地。买过绿棒就是防他。这波我做了牺牲品啊。很关键啊！很关键，你这个拉比克，前面几波打得很亮。亮，拉比克，你这个慢慢的很到位。基本让我选 MVP 的话，我选的正常；但是让我选第二个 MVP 的话，我选拉比克。我操！我选择挖岛。挖的话，下个版本的拉比克就叫杨秀才了。哎，这个塔推不了了。跟你们学的，我操！推不了了，推不了了。这波下个盾嘛，等下个盾，时间。这波先压压他们士气，好吧？盾是28分，还有1分多钟，好吧？挖岛我们也先买眼了，很关键。我快刷星球了。啊，好好好。快刷星球，我现在准备的。不就是2秒钟的事情吗？这个我被 A 打到了，但是只是打了我的毛皮而已。想带宝石了，我自己买个宝石了，不是加分宝石。可以反视野的，我都想买，买不起。他妈他不带宝石，遇到人他要死。这个宝石都睁眼了。大鱼还是打打钱吧，这局不是特别。我有雾啊，反正我已经雾了，我有大，我有雾，我装备大，我有雾，我有大。等我宝石过来，把那边眼反一下，接着推。真的，你不觉得我装备其实挺好的吗？剑圣在上路没 TP， 拿个这个塔不过分。只能一刀一刀 A 到全的英雄。剑圣没有 TP 的。他应该回来了，不急，收线。我们等个盾，我们等个盾，这波有盾奶。哎，你们开了五的？就是回来啊，剑圣还在带啊。没回来再逼一下，逼一下。剑圣的好过分。没 TP 的还在带，我操。没 TP 还带。是啊，忍不了他了。什么套路？你们脾气这么好？我脾气不是特别好。哎，我有点虚了。哎，这逼还带，杰森有 TP 了哦。完了，怎么说啊？回去还是跟他们对拆、啊？他还在带，逼回来，逼回来先。先把我们逼回来呢。他不肯回来啊！我操！他不带了，他不带了，他已经不带下路了。还在啊？上路了。哦，带了，带了。我操，这个逼！哦，回不回去？我回不去，我回不去。啊？不，他拆的没我快啊。我都想开大拆了，我说实在的，他们如果副帮开了，他那边是在跟我们玩心理战争吗？这波要救了，大了，成功开大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走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这个逼剑圣，护个线，然后把打个盾，好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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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处理一下线，打个盾，听挖到了，听挖到了。哎呦，这个剑圣他妈的玩心理战争啊！别找他了，操！他主动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盾来盾来，这波盾来，一格九十没格的。我可以把战鼓卖了。我要个盾的，我要个盾。可能会开悟这波，我们也开悟吧。我开悟了。但是，在这里。没开，没开。几个酱油开悟，打得进去。还是虚空抓了，上高地。外面的开悟，小枪过来。管他们先开了。哎，抓到猛犸了，兄弟们。nice 刺，我操，这波，他走了，杀不掉了。哎，能踩这个剑圣吗？真的真剑圣。哎，他忍不住上去控他。剑圣秒了。这个呢？我死了。不是两刀。还有谁？还有人吗？边上。别推，高地。原来我可以一换三啊！帮你吃了两刀伤害，自己一半血。你要我动一下，我去那个买那个。他已经挡不到我了，我开了绿棒的，但是我被那个冰魂的十一和那个一和大刀给干掉了。过两路啊！猛犸应该死了吧？猛犸好像只有一个九八点。猛犸死了，弟弟吧，亲手打死的。而且这个 A 居然有 A 上，难怪他妈的！我操，可以，我靠，拉比长，可以，很关键。
这个虚空，我擦，头有点疼。这个虚空，他大到了一个，妈的！他就推了一半，他妈被他打下来了。我有大了，我有刷新大，这波有刷新大，很强。拿刷新了，这波看好就几万点。看到你啊？没有了，这波，开掉就没了。啊，再打个盾，稳一点吧。还有十秒，十几秒。拉比斩，我操！呀，这盘又没录，但是我感觉我这盘打的挺一般的，没有那天那个火枪好。不给我吃吧，九成，你应该没瓶子了。The waits. Now is the time. The guilty will suffer. Ashal Baradas. We're wasting time here. For the watchers. Now is the time. 大刀来了。奶酪谁啊？大鱼吧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最菜的了。啊，没事，你拿吧。我操！最菜的了吗？我不要了。没没没，我想拿的。我的四个眼还在机里。我那个。啊，我在运，我在运，我准备代言的。这个天生又去上路，我们去把他抓了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只有上路可以推啊，主要是我们也应该去上路，这是对吧？分身不可以解大的。这刷个的把他直接打死，两个大把技能给砍死。你先得看见他人。这里，我跳到 CD， 哎，看到了。我操，推 Z 跳 Z， 牛逼！这个刀塔 E 的确实不可以 AD 吧 ？D 了以后。好的，弹幕他妈的还在喷，说还在教育吗？还在教育我说要打盾啊，这样都没悬念啊！我操，老子他妈干的真的是跟那个足浴店的小妹一样的角色，你能理解吗？我操，纯粹的一个第三方服务型企业，我操！他们都有保命技能，我玩个剑圣，这个剑圣大的分享都不能单杀人，好烦。你吃了，我要去把那个虚空给看到，我就把这虚空秒了。而且我点冰龙要过来放大了。别跟我靠太近，我会把你们打死。他们飘了。你为什么不大一个什么，让他把大开出来了？我大了，我大了，两个大，哈哈，他妈了个逼的！看住！你要三刀啊？算了吧，好慢。没点灯，点灯就一刀。我帮你分担。来打我呀！嗯，下来了吧？一他妈浪！一下！哎呦操！哎，装逼了，该我们装逼了，对吧？该我们装逼了。我操！你就是可以打晕我，他凭什么？哇，好多丢失啊！哦，丢失，没有你这个点灯，我好像有点弱啊。哎，泰达，单路线闻一下，闻一下吗？你要那个奶酪呢，还是要暗谷？嗯，泰达。哦，我还有东西在你身上，我好可怜的我要先给你送个奶，好吧？可以，八刀说了算。我操，他一刀把我劈死了。跳刀吗？你先闻一下好不好？他过来跳劈我，劈死了。你妈的，闻。够了吧？预兆。这个奶酪，好吧。哎，关键。哎，他妈被砍晕了。被砍晕了吗？九神。是的，奶酪没吃出来。我天。还有没有选手？哎，这他妈的兵就那么点血，拆掉多稳。他这个吧，别浪，我也买。哎，我没买啊，你们自己逼着点啊。哎，哎，谁是买活的？买掩护剑圣吗？坑一下剑圣吗？他的这魔法的够大吗？哎，没踩到，踩到剑圣死了。因为比较急，所以没踩到。我稳一点的话，肯定踩到。他有绿障，他有绿障。绿障就不能这个了，对吧？
我操，你也有。一直没蓝了。玉杖大鱼。被冰住了，来砍我啊！各种情况，好怕这个剑圣啊！33秒，每次砍我第一刀就直接把我打晕了。杀他，烧饼，我要跳大了，不能死了。你们怎么这么装逼的？你怎么这么装逼的？我操！都闪避了，没有输出，我不在，没有输出。又闪我，他妈！最高伤害，啊！放个大，好，把解掉。哎，牛逼！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。我操！满了，满了，满了！强！他又满了。我也活了。是我放的大。我活了。我身上中。我也放了一个大。英国里翻船啊！翻不了，翻不了。这谁啊？剑圣在里面，剑圣在里面。飞贼跳贼，我操！抢个人头。感动号。咦？我给他加了个感动号。真的不嘛？有奶有买。人难放大了，我操！已经死人一个了。这虚空想干嘛？虚空想打谁？我就问你想干嘛？嗯，想打谁？你想打小强吗？我把他推走，烦不烦？对，我操！踩到地上。很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局躺赢了。这是加分加的爽吧？我2000分左右的鱼啊。是啊，这局加分应该加的爽吧？我一千七的拉比克。